到了印度在孟加拉省的一个县呐、啊，那一大呢承载了，一夜之间呢，就整个山体呀、啊、就滑动哦，那就土石流啦，这很快呢就让当地的民房啊，在睡梦中呢就被他掩埋了啦。无常人生啊，夜晚呢本是要好好的睡觉，不能吃钱呐、啊，就是这样的山石头就安那都个安埋落去哈、哦，那可是真的是无常国度为脆啊。还有呢，看到了菲律宾呐、啊，啊个奥莫克这个渡轮翻覆啦，刚好呢，尾松啊，这昨天也是到奥莫克，因为我们的简易屋的工程还在进行中，所以啊。他在当地就赶快启动啊，到医院啊去做关怀啦、啊，啊也及时呢发放慰问金哦。那看到了这样的信息呢，的确也是很不忍心啊。到处假如都有慈济人在，那。就是发生了什么样的苦难呢、啊？也会及时有抚慰 的能量在哦，实在人间很需要呢，爱的能量存在啦。还看到了大爱台又报道出了这个奈比瑞亚又出现了。伊波拉的病患啊，这也是很令人紧张啊。的确，天下灾难偏多了。那中国大陆呢，啊，也有陕西呢，这60年来从没有过的洪水哦，也是呢，好已成灾啦。总而言之呢，宏观天下。这种四大不调的灾难呐、啊，都是在瞬间哦。还有呢，这一次呢，台北的八仙游乐场的粉尘暴的事件呐、啊，也是在瞬间无常。感恩呢，我们的。整个医院的和和互协啊，那样的动员的快速哦，医护同仁的这样的投入哦，各科室啦，都是呢这么的用心，这么的快速。那么听到了这医疗同仁投入的那一分的。悲心啊，那医师呢，人伤我痛的，而且呢，我们也看到了王医师在脸书里呢，也写出了他跟病患互动的哈、哦，这种的心疼不舍哈、哦，那样的照顾着病患，自掏腰包去买。这哦，护唇膏来给因哦，说说话话的，就是买护唇膏给我们没擦，因为那时候我们不知道他嘴唇比较干，然后就谢谢医师，就是多就是费了这条心这样子，就很感谢他，然后对妹妹的照顾。这些事情是大家都在做，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做而已。想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在里面，我们的医护同仁，我们所有整个医院到底在忙些什么，做些什么。
我们为了这些病人做了多少事情，付出了多少东西。本来有人是6月30号离职的，那自动又留下来了，嘿，那留下来就是到这边病房来帮忙，而不是留在原单位。好，他们主动要到这边来帮忙。那甚至有一些放假的，或是那个下大夜的，他们自己都到单位来。这种不积功的美德，那样的用心的投入啊，还有我们花莲呐、啊。也是呢，平常在烫伤病患呐、重症病患服务的护理师张主任就说：“啊，你会当去无？”打电话问他，我们护理师的妈妈，他就会说：“你做你去，囡仔我会甲你顾。”这个时候是抢救生命要及时的时刻，你去。你进去啊！那么在这个紧急的时候，另外一位呢，啊，你会当去无啊？无问题啦，只要呢这里有人，那就可以去。同事们就说：“你专心去，我会给你帮忙。”他就马上呢，行囊准备好啊，背着行囊要去。看这种的核心呐、啊。不管是家里的人支持，同事们的支持，那么去为我们的医疗系统同时去投入台北现在最需要人手呢，来好好的充足来照顾、哦、那这都是呢，听了都很令人感动啊。他也听到了检验长专程的赶到了台北，给了医师们的一股大气、哦、那在医生呢，大部分检验长是也老师辈嘛，这老师呢专程而来关怀啦，所以医生啊，大家人士气八倍都提起来了。真正的每一个人呐、啊，尽他们的良能，医师、护理等等呐、啊，总是呢那样的守在生命的床边岗位里呢，在守护着他们。但是呢，伤实在是很重呐、啊。我们呢，现在总是能尽。人力，我们要如何呢？让他减轻痛苦。但是呢，最重要的就是家属。家属现在真的家属很无助，很心疼，很无奈。家属不知道要怎么办呢、啊？那一种的悲喜，或者是呢悲。动把这种需要的，就是要有人呐、啊、陪伴关怀啦。最近这几天，就是从发生当天晚上一直到现在，我们呢都是第一天的600几位，在接下来天天都超千人啊。分散在不同的地方，虽然呐、啊，道道门呐、啊，都是道道难关呐、啊，不是遐尼简单哦。不过慈济人呐、啊，就会提起啦，这种爱的能量，要有耐心耐力啊。菩萨道本来呢，就是要。忍，所以六度啦，总是呢，这其中都有一度呢，叫做忍辱哦，那还是要精进呐、啊，大爱的新闻呐、啊，大家一定要看，慈济在哪里，在做什么的，无道理的人啊，都将看大爱的。
新闻，那咱住者到底咧做啥嘿？人人讲，咱才有法度回应嘛吼。总而言之呢，现在的科技这么发达，对的事情做就对了，要精进，还要再忍辱吼，这都是我们要学习的。